吉林市特产有长白山人参、万昌大米、吉林红腐乳、顶峰榛糕点、桃南辣椒等。人参又名棒槌，因其根形似人形，故名为人参。吉林人参产于长白山区，因为它的品质地道、上乘且产量大，一直被誉为中国人参的正宗，与貂皮、鹿茸角一起被称为东北三宝。万昌系列优质珍珠米是以绿色晚精稻谷为原料，采用科学的方法精致加工而成，它的米粒色泽洁白如玉，晶莹清透，清亮如珍珠。煮熟后的米饭香气四溢，且胀分小，粘性大，口感绝佳。吉林红腐乳产于中国吉林，它是一种以粽叶和北方豆腐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产品，它的成品形状整齐，质地细腻，并且没有什么杂质，味道咸淡适宜，非常可口，还伴有一丝清香。吉林省长春市的顶峰榛糕点已经有着60多年的历史，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地方风味点心，其中最出名的有萨其马，它是满族的传统美食，它的味道酥柔绵软，还有着鸡蛋的清香味。桃南辣椒产于中国吉林，桃南辣椒的果形一般为长羊角形和长锥形，个头均匀，皮质厚实，且辣味浓郁，味道清香。